杨紫登顶，发布观众最期待的 TOP 四大陆剧《余生》。近日，腾讯视频公布平台观众最期待待播剧 TOP 四，肖战《余生》，请多指教登顶，杨幂两部剧在榜。第一部《余生》，请多指教。该剧由肖战、杨紫主演，是一十九年那会腾讯视频的第一部自制上星剧。 该剧讲述了医生顾魏和他的一个主治病人女儿的爱情故事。剧中人物角色男主顾魏比女主林之校大一些岁数，男主医生，女主一开始是学生，当然也是大提琴手。肖战、杨紫都是人气青年演员，杨紫都可以，肖战自带顶级流量，杨紫也有演小甜剧的经验。这部剧的市场景气指数一度颇高。 然而，这部剧被拖了许久，从一十九年拍完到现在还没有播出成功，许多粉丝都要把重心放到别的剧上了。杨子女心理师江波，肖战《王牌部队》江波余生，请多指教。要是拖到明年和玉骨遥一起播，看看粉丝会重视玉骨遥还是余生，请多指教。总之，对于这部剧，实际上多数粉丝已经麻了，就是感觉无所谓了。 爱播不播，爱啥时候播啥时候播，和当初对待《狼殿下》一样的态度对待这部剧。排在第二的是《胡珠夫人》，杨幂、陈伟霆主演，这是一部古装剧。杨幂当年的《三生三世十里桃花》和《仙剑奇侠传·扶摇半相都不错，《胡珠夫人》亦然。古装剧还是挺让人期待的。排在第三的是《且试天下》，该剧由杨洋,洋、赵露思主演。 刚杀青不久的一部剧，提起《且试天下》，许多网友就会想起鹅的另一位男代言人的玉骨遥，以及前不久被撤销代言人的那位主演的青三行以及浩一行》。目前玉骨遥还没拍完，这四部古装剧其实都还不错。排在第四的是杨幂主演的《爱的二八定律》，现代剧。算起来，海鹅这次提名的四部剧，两部古装剧，两部现代剧。 杨幂主演的两部剧上榜。杨幂作为一名火了多年的女演员，基础还是不错的，不然也不会不被淘汰。通过这个剧的反馈也可以看出来，难怪我选肖战、杨幂、杨洋、迪丽热巴做全球代言人。确实，这四位算是和他合作深且作品海外流量较受欢迎的四部电视剧。你最期待哪一部呢？欢迎品评哦、啊。